最新的画面，这是呢为了要救婚姻的高凌风，在今天早上呢带着妻儿出国要去修补关系，来看到早上最新的谈话。这次是，我想这次呢是除了我们可以又一家人在一起啊，这是我最期盼的。那么而且这一次呢，小金呢他其实跟了我16年，他有点新的想法。那我想这次我们借这个机会，我们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的把他的想法告诉我，我会尊重他，也会支持他。好，两人感情16年了，这次出国去是不是希望呢两人的感情回温？那么看到高金呢，两个人在机场呢还互相摸起脸颊来，互相的晒恩爱。然后今天天气不错。